Hello，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感谢天主能够把我带到波兰来参加世青节。怜悯人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受怜悯。愿天主祝福我们这次所有参加这次盛会的兄弟姐妹们能够感受到这份慈爱与怜悯，同时并把这一份慈爱与怜悯传递给身边的人。谢谢。